兄弟姐妹们啊，我今天才知道我前锋拉球啊真的不行啊，地下室这种螺旋球啊拉球啊算个啥呀，根本毫无挑战性啊，只要灵敏度设置的高一点啊，简直是有手就行啊。但下面这两个地方要是有人能够做得到，我愿意叫他一声师傅啊，说到做到。只要在这两个地方你能拉完一颗完整的球啊，发视频出来@我，我就叫你一声师傅啊，真的是太难了呀。第一个地方也是地下室这点，你们看到了，就是地下室最里面，你们就像我这样子拉，来回横拉，把一颗球拉完为止啊，应该能拉个四五圈。我试了上百次，没有一次能成功的，甚至连半颗球都用不完，是我太菜了吗？我不信啊！你们要是觉得自己可以做到，那就去地下室拉一拉看。记住啊，是要拉完一整颗球啊，不是拉个一两圈哦。OK 啊，再来看第二个地方，也是要拉完一整颗球啊，就是圣心医院废墟这两块板，这个可能比地下室那个容易一点点，但我也是拉不完一颗球的，总是会断球啊。如果这两个地方你都能拉完一整颗球啊，并且发视频出来@我，我就叫你一声师傅啊，说到做到，视频作证啊。你们觉得这两个地方拉球难度高不高啊？我反正觉得挺难的，如果你能做到，那我觉得冲个国服前锋应该没什么问题的，欢迎大家去挑战一下。